同学们，最后90天的冲刺不要懈怠，第一个人生巅峰就在眼前。你知道咱们班的学生是被其他班扔出来的吗？欢迎你来到学渣的世界。高三呐，我们绝对不允许合唱团这样的存在影响其他更优秀的学生。大家都看看啊，高三三班。你以为你还在实验班啊？你来到这儿，你都一样。你太让我们失望。你对我还有希望？很多人都想我赢。请抢答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不太想赢。很多人会失望吧？别的班扔的，把咱班当垃圾了。全世界都有与众不同的权利，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尊重别人的不认同。我成绩也不行，合唱团也快散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也要走？迷茫是人生必然会面对的问题，将来你的成就高不高，能量大不大，取决于你面对迷茫的时候的那种态度。